欢迎来到阿尔卑斯。赛道在山脉和峡谷中连绵展开，有许多惊险刺激的连续急弯下坡，十分考验漂移技术。征服阿尔卑斯的积雪赛道吧。会更顺利。再往左移动一下，
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，这里赛道风格多变，花田路段重视漂移技巧，而迷你路段需要频繁处理组合弯，也可以在环道路线尽情体验花田风光。是你进入弯道的最佳选择，跟着他。保持这个速度，我们一定能赢。
欢迎来到西西里，码头、灯塔和海风将迎接来自各地的赛车手，你们将挑战悬崖公路和登山路，还有连续急弯和大弧度的弯道，开赛吧。向右靠近一些。
是你。
加油。真是了得！
保持专注，紧跟辅助线过弯。 结束了，就把劲儿。
线入弯会更顺利。
就要迎头赶上了，加油！入弯时，跟着辅助线会更加自由。接近辅助线，再靠近左侧一点。
Mm-hmm.